的大号，把他的依靠当成回报，只是他无力向你去闹，最后还是建立了成大笑。你看不到，现在那一天你的离愿所越小，才会人之深渊还往里跳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问起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问起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